基因检测可协助失智症预防，如果说回忆是珍宝，无人该被剥夺。您认同吗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认识我了。这就是21世纪最昂贵的疾病——失智症。人脑就像是一台电脑，里面保存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和回忆。失智症就像是病毒入侵电脑，慢慢的让资料和回忆消失，电脑可以重灌，重新再来一次，但是人的记忆和回忆却无法重来，所以才这么重要。当身边的家人或是自己突然因为失智症开始健忘、失忆，甚至严重到认不出亲人和孩子，慢慢的连生活自理能力也失去，是不是让人感伤？这对家属除了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外，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大的问题。尤其失智症目前尚无特效药及根治的方式，幸运的是在医学蓬勃发展的现在，您有机会提前做好准备，即由基因检测帮助您做到精准预防，或是最佳的选择与行动。长弓生化科技的基因检测能让您获知自身基因组成与疾病的关联，并将结合您实际年龄提出适合的因应措施，包括饮食、运动、生活习惯、营养补充、财务、保险、常规健检等。基因检测就跟买保单一样，犹如护身符，可以伴你一生，让你清楚知道如何照料自己的身体，维持健康。基因检测也很像一本生命指南手册，当你阅读这本手册，你就越清楚如何趋吉避凶，提高自己的存活率。